古历二月初三是文昌帝君的圣诞，相传伫即天若来拜文昌帝君上界灵城，就讲镇长黄进干特别带领公所的客席主管，伫咧文殊举办三献礼、谢圣恩，祈求文昌帝君庇佑着镇运昌隆，嘛替洛江镇的客星来祈福。洛江镇文武庙文殊主要祭祀掌管智慧光明的文昌帝君，上界适合客星来祈求客运。文昌帝君圣诞之天，文殊嘛来举办祝圣的三献礼。叩首，再叩首。洛江镇长黄进干嘛带领着公所客席的主管诚心参拜，祈求镇运昌隆，客星拢会当金榜题名。文昌帝君也来在祝寿，啊，咱文昌帝君会使讲非常的灵感啊，只要若讲啊，这个啊要升高中、升大学吼，啊有真侪学生总来这个啊祈求文昌帝君大道保庇，也佫有就是讲吼啊，包括一寡公务人员要。高补考，还是讲啊，要考老师、考律师，有真侪咱遮民众吼，总会知咱文昌帝君啊，非常非常的灵感吼，来即个啊拜拜吼，啊总有一个好的即、這个啊课文安尼吼。担任义工的林德辉，系阮囝儿，考着高中老师，个人文昌帝君真灵诚，因此逐工哦来摒扫的时阵，拢会拜拜感恩文昌帝君的庇佑。毕竟啦。我提甲阮朋友讲，我若来见咧抽签，我能正来考着，啊咧乌白抽啊，啊我都唔敢讲无。甲迄天高中调台东啦，啊台东会无去啊，想啊，咱今年要搁考台东迄项，要搁考无，单去伫下头考伫即个叫做哪新年吼，调单一声就伫新年配去新年，安尼，所以囡仔囡仔吼，文昌帝君我单对伊讲，哎、欸，真正实在有幸啦，哦咱即个。六港文昌帝君不是说这样清清采采的，这拜桌上满满都是尊科证以及这拜贡品，其实只要先预告一张清香，也可以抵达天厅，可是如果有时间也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来向文昌帝君祈求考试顺利，将会有加倍灵性的帮助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六港采访报道。